然此欲法有三种果，这叫这个欲法就是淫欲啊，有三种果。第一个是苦而思乐苦，这个没人想到啊，这是苦思，不是乐思啊。第二个呢，少味也。 多灾故啊，给你带来的灾难太多，你没有想到啊。第三个是不净四禁故，这是严重的任务啊。有云何当刹那之微落？ 这个“和是一个问号？为什么？啊，为什么你担着刹那之未乐？后头呢，应受永劫之大苦。哟 和欲境云，女色者，世间之枷锁，凡夫念着不能自拔。啊，女色者，世间重患，凡夫困之至死不灭。啊，女色者，世间之衰祸，凡夫遭之无恶不至。 这是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、劝导我们。历史上，古今中外，啊，因淫欲杀生。 家破过往，不知道有多少例子。古今中外皆然呐、啊！啊，戒经里面，淫欲报同住啊，这叫因果报应。 啊，这个刑，这种刑法，啊，我们一般人讲啊，很凄惨的，惨无人道啊。民国初年，章太炎先生。 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，啊，这个事情是朱金周老居士告诉我的。啊，朱老居士，他是学金融的，抗战时候。 他做四川、青海税务局的局长。抗战胜利之后，他是浙江人，做浙江财政厅长。啊，晚年的时候住在台湾。啊，我有幸啊遇到他。 虔诚的佛教徒啊，他是印光法师的弟子啊，跟李炳南老居士同学，他跟李老师也同年啊。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六十九岁啊，我二十六岁，他六十九岁。 他大我三十九岁，祖父辈的，啊，那看我们是小小朋友、小孩啊，啊，我二十六岁学佛，他对我学佛影响很大，啊，我认识李老师是他介绍的。 啊，老人呢、啊、非常慈悲。我们在一起常常讲故事给我听，那些故事都是真实的，亲身遭遇的。啊，虽然他的老岳父。 张太炎是他的岳父啊，他的夫人是张太炎的女儿。张太炎做东岳大帝判官，他知道啊，他都没有幸福啊。啊。这是在抗战之前，遇到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，都没有叫他相信幸福。 啊、他告诉我，啊，张太炎做东岳大帝判官时间不久，一个多月，好像是代理。大概判官有事情不能事事请他就代理。啊，判官的地位很高，像现在秘书长一样。啊，那是东岳大帝最重要的一个助手。啊，他的秘书长。 他曾经就建议，啊，他听说地狱里头有炮烙的刑罚，啊，就这个人，罪人呢，这个柱子烧红，铜柱烧红，让这个罪人去报。啊，那一报的时候，全身都烤焦了，啊，就这个这个刑罚太残酷了。 能不能废除？东药大帝就派了两个小鬼，带着张太炎老居士去看现场，去看。这个小鬼带他到现场，告诉他到了，他看不见。 这个时候恍然大悟，地狱不是阎罗王建设的，跟东岳大帝没关系。地狱从哪里来的？是你业力变现出来的。啊，这个没法子，不是别人建的呀，是你造作的业力变现出来的，就像做噩梦一样。 啊，我们都做梦的经验。你晚上做噩梦，啊，吓得一身冷汗，吓把他吓醒了。啊，所以地狱就跟梦境一样。啊，与什么人都不相干，与阎王不相干，与判官不相干，与牛头马面都不相干。 那些什么，通通是你业力变现出来的，他就悟到这个道理，经上讲的。啊，业力所现的，那就没话说了。啊，懂得的自作自受啊，啊，不可以怨天尤人。 啊，他告诉我他自己学佛，怎么才相信的呢？在四川是做官呢、啊，晚上在一块玩打麻将，打到深夜，啊，大概一两点钟才散场，回家去。那个时候做官，官做的很大，没有车，都要走路啊。 啊，路上虽然有路灯的，啊，抗战期间的路灯，诸位无法想象，那个灯距离很远，多少支光呢？二十支光，你就晓得那个的，只是看到有个亮的地方啊，让你辨别方向。啊，回去的时候在半路上，啊，看到一个人在前面走。 看到说女人，也不在意，啊，走了多久了？个路很长，他走了大概半个小时。走半个小时之后，他忽然想到，怎么这样的深夜，怎么是一个女人出来走路？他一想的时候，寒毛直竖。啊，看前面这个人的时候，有上身没有下身？他的一下惊吓的时候。 这个前面这个人就不见了。他说：“这是他学佛的因缘，他亲自看到了，他见到鬼，这不是假的，是这是真的。跟他走了半个多钟点，绝对不是眼花。”啊，他从这一次才叫真性、真真相性的，啊，才学佛。学佛之后啊，他告诉我。 他说：“这个，这大概不是鬼，是观音菩萨了，化身来度他的，应以这个方法度他入佛门。”啊，所以他非常感谢观世音菩萨。啊，这个说法也能讲得通啊。啊，他学佛的因缘是这么一桩事情。 啊，难得，因为在浙江，距离苏州应光法师的道场不远。啊，当时这一批是现在讲是高等知识分子啊，很多人亲近的硬老。 啊，他也是其中之一的。啊，告诉我这么一桩事情吧。啊，那么还有一桩事情，我在此地也提一提，因为有一些同学误会，我过去讲过，他们听错了。 这也是真的事情，啊，也是抗战之前，他在苏州，是一家银行的经理，啊，就坐牢，那时候还很年轻，啊，应该是三十多岁。那么他有个朋友，是走阴差的。 也就是每一天晚上啊，要到城隍庙去上班啊，有这么一个人啊，但是他的职务呢，并不很高啊，是个很低级的，现在讲吧，公务员轨道里头的啊，他管受罚，就是。 城隍庙里面的手法啊，这有一天，上海城隍庙在轨道里面。上海是县，苏州是省，所以苏州的城城隍叫都城隍啊，管辖上海市的。就上海市城隍送了要一份一份。一份 那个生死簿啊，人要盖死。三个月之前，那个名册的都送到苏州都城隍这边啊。那么他呢？他是受罚嘛？啊，就交到他手上。他好奇翻了一翻，翻一翻他就很奇怪，这名字怎么都是四五个字、五六个字的？ 啊，怎么想也想不通啊！中国人复姓嘛，是四个字了，但是很少，怎么一大本都是这样的？啊，到第二天他白天他就回来了吗？啊，这些朋友在一起吃饭，啊，跟朱老师好朋友，常常在一块，就讲到这张事情，没有一个人能想通。 啊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情三个月之后，日本人在上海发动八二三事变，大家恍然大悟，那是日本人在这一次战役当中死亡的名册，民策三个月前就送去了。所以朱老告诉我，人生死由命啊，你要打仗死了的。 都不是冤枉死的啊！名册早就送去了，名册上面有子弹打到你身上不会死啊！啊，告诉我这个因果的道理啊！这个走阴差是朱老的一个朋友，不是他本人啊！所以有一些人听误会了，以为是他本人，不是的。 啊，是他的朋友，好朋友，所以他们上班啊，有的时候烟草的事情是透露一点时候，他们都知道，真的不是假的呀。那我那个时候很年轻的，刚刚呃接触到佛法，二十六岁啊，他的故事讲不完的，很多很多。 啊，全是亲身经历的，啊，一点都不假了。啊，确实，老人跟我们在一起，让我们增长了很多见闻，让我们也增长了信心。啊，对于六道轮回，就知道了一些，啊，晓得有这么些事情。 啊，人道里都有战争，鬼道里头也有战争啊。所以战争很痛苦啊，很可怕了。那个战争是打不完的，没完没了啊。从战争当中死亡的，他的意识里头还在打仗。啊，我们讲灵魂，死了以后灵魂，啊，还,还在战争。 啊，我是在前两个月，有三个国内的同学送一个光碟给我。内蒙古赤峰。中日战争，啊，就是二战二战时候中日战争，双方死亡的这些将军，这些士兵，现在还在打。 啊，有两个将军，一个是日本的，一个是中国的。他们附体，把这个事情说出来，求超度啊！啊，现在还在打了，你看看，这个战事结束了六十年了，他们还在打，于痴啊！ 没转过来呀，所以非常痛苦，啊！他想问什么？你想不想打？不想打仗，都希望和平，都希望这个世间永远没有战争，啊！所以来求超度的，啊！我看了之后，我们这个道场给他们供个牌位。 啊，请他们到道场，跟我们一起共修。啊，希望他们也能念佛求生净土。啊，所以鬼神这个事情有。 啊，那么再告诉诸位，佛教确实它不是宗教。啊，佛告诉我们，天地鬼神都有。啊，这些天地鬼神多半都是释迦牟尼佛学生，身份跟我们一样 佛弟子啊，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教诲，而尽宗法门啊，八万四千法门里头的一种啊，法门很多啊，啊修这个法门成就的，他方世界的众生很多啊，像这些卧轨道的时候。 念佛往生的不少啊！啊，这桩事情就像善导大师所说的，“总在与云不同”，啊，我们很幸运的遇到这个缘了。只要相信，只要发愿，没有一个不成就的。啊，经典里面就是这部经典。 也无比的殊胜啊！它里面给我们讲的伦理，伦理是讲关系，人与人的关系。他讲的范围大，儒家的伦理只讲到人，佛法的伦理，他讲到。 变法界、虚空界啊，我们跟人的关系，跟天地鬼神的关系啊，天地鬼神现在科学家也承认啊，他用的名词叫不同维次空间的众生啊，我们佛家讲十法界。 设法界是不同空间维持的众生啊，我们跟他的关系，我们跟诸佛菩萨的关系，我们跟花草树木的关系，我们跟山河大地的关系，所以佛这个能力讲的非常圆满啊。关系明了之后，如何跟这些关系相处？ 啊，这个很重要啊！啊，那佛教给我们三规五戒是谁啊？六和六度啊，这不多啊，很容易记住啊！啊，这是什么？ 我们跟所有一切这些关系人如何相处？守住这个原则啊，在大乘经教里面，肯定整个宇宙一切万法跟我们自己是一体啊，这是伦理的核心。 啊，是一体啊，所以佛家讲的大慈大悲啊，称作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啊，慈悲都是真诚的爱心啊，无缘是无条件的啊，为什么呢？一体？还有什么条件？ 啊，悲施怜悯，众生在受苦受难，一定要去帮助他。啊，同体大悲，啊，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这是佛陀教学的宗旨啊！啊，用什么手段帮助大家？ 离一切苦，得一切乐。啊，佛法是用教学，所以佛法是教育，用教育来解决一切问题。啊，苦从哪里来的呢？苦从迷来的。你对于宇宙人生真相不了解，不了解就你想错了。 你看错了，你说错了，你做错了，这就叫造业啊！业变现出六道轮回，叫业报啊！啊，如果你要是觉悟了，明白了，你不造这些恶业了，这六道就没有了。 假的不是真的啊，所以佛教导我们啊，当年在世四十九年教学啊，叫什么东西啊？破迷开悟，他就叫的这个。迷破了，苦就离开了；觉悟了，乐就来了。啊，所以。 破迷开悟是因呐、啊；利苦得乐是果，这才叫事实真相啊！啊，世间人所讲所谓的是真理、啊。 啊！佛当年教导这些学生，佛圆寂之后，这些学生把佛的教诲四面八方传授给一切有缘众生。啊，有缘众生他能够相信，他能够理解，啊，能够接受，能够依教奉行。 个个都得度啊！这个得度就是利苦的路啊。那么这这一这一大段的经文啊，这一品经啊，着事卧苦啊，这三十五品里面啊，中心的。 宗旨就是帮助我们离苦得乐啊！一定要认识清楚，杀到阎王就不是好事情啊！一定要把它舍离，舍离你身心健康，你得自在啊,啊！你得的是真快乐啊！啊，我们都是有缘人。 啊，我遇到佛法，年岁不算小啊，二十六岁遇到啊。那个时候遇到啊，啊，我心里常想，为什么不早十年遇到？啊，二十六岁才遇到。啊，遇到之后就真干。了。 张家大师劝我出家，我接受了。所以，我这个行业是老师教的啊，而且教我学释迦牟尼佛啊。我在经典里面认识了释迦牟尼佛啊，释迦牟尼佛。 我第一个老师，方东美先生为我介绍，我是跟他学哲学。啊，方老师是个哲学家，他教给我的课程是《哲学概论》。 最后一个单元是佛经哲学，我从这里入门的。啊，讲佛经哲学，他第一句话告诉我，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，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我就看他了。 哎，他真学服啊！晚年在学校里面授课，全是佛经啊。他在台湾大学教书啊，开的课程都大单元。 开的魏晋佛学、隋唐佛学、大乘佛学啊，最后从台湾大学退休啊，在辅仁大学博士班讲华严哲学，晚年大概我估计有二十五年，全讲过佛法，在学校里啊，他开这些课程。 啊，我的语言很熟识。啊，认识了张家大师。啊，我的佛法的根基，确实张家大师奠定的。我跟他三年。啊，他老人家走了。啊。 朱金州老就是介绍我认识李老师，我把工作辞掉，跟李老师去学经教。啊，我跟他十年。啊，这个十年如果没有张家大师三年的基础，啊，那可能不是今天这个样子。 啊，张家大师三年的基础啊非常好，啊，所以又让我们肯定了佛教是教育，佛教是哲学。啊，我学了六十年了，啊，现在有人要问我的时候，我告诉他，佛教不但是高等哲学。 它也是高等科学啊！近代科学家一些研究报告，我看到了，跟大乘经里面讲的完全相同啊！可是要记住，大乘经典是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所讲的。 最近三十年，这些科学家得到的结论跟他相同，而且还没有佛经讲的这么透彻啊！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，再有二三十年，佛教不是宗教了，被科学家肯定了，佛教是科学，是高等科学。 啊，那佛经上讲的是什么呢？用一句话来说，诸法实相。啊，这是佛经上的名词。啊，要讲白了呢，佛所说的，是宇宙人生的真相。啊，这种真相，哲学家、科学家都在探讨。 啊，现在越来越清楚，越来越明白，好事啊！啊，这里头一丝好迷信都没有啊！给你讲的天道、鬼道，它真有啊，它不是假的。 全都是众生，是吧？芸芸众生呐、啊。天道的众生，轨道的众生，啊，天道比我们福报大的多，也有不如我们的；智慧比我们高的也很多，但也有不如我们的。啊，轨道，乃至于畜生道。 皆如是啊，啊，通通称之为凡夫，六道凡夫，乃至于十法界、四圣法界、大乘经里的也称得做法。